大家好，好，有一句话，人生再成功，染毒一场空。这句话是非常的有一个警戒性的意义。你人生更加成功哦，只要你染上毒品哦，人生就是一场空了哦。那毒品可以使一个人的人性改变哦，毒性不禁的。但你无钱，他买毒的时候，你都吼拐骗，全部都会来。不但影响社会的治安，也影响到家人的一个生命财产的一个危害。所以说吼，毒品吼，我们一定要去做杜绝哈。那现在的毒品呢？啊，我们大概呢把它分类，这是高雄市毒品防治局所做的哈，分为四级：第一级、第二级、第三级、第四级哈。那所有的太阳。然后就在这个图片上面。那另外，现在啊，唐老今后的新型的毒品啊，一个包装啊，包装跟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个食品啊，差不多会赶快，让很多的青少年啊误以为这个是食品啊，那不小心染上去以后，哇，欲罢不能，结果呢无法自拔。所以说毒品是非常可怕的哈。那趁这个机会也要呼吁哈。我们学校的老师或是所有警察局单位、要在这一方面、多做一些宣传、让小朋友学生们、年纪比较小的人、他们不会误入歧途、那我们来看看这些资料，查获毒品、在2016年差不多是8500公斤，到2018年就达到36000公斤，这个查获量短短的两年当中增加3.2倍，这是很非常可怕的一个数字。